小油库玩。哎呀，今天轮到谁请客了？今天我来定规则啊。那每次都是你，今天我要来定一下这规则。不管你们谁请客，今天我是没带钱。你们都吃好了没呀？你觉得呢？再吃就剩下吃盘子了。今天谁跑得快谁买单。好吧。哎呀，你刚刚说的啥？这点套路都不懂啊。我说的是谁跑得快谁买单。什么？跑吧。哎呀，还跑？你说的傻不傻呀？跑吧。一个比一个傻，还跑还跑呢。我们说好的谁跑得快谁买单啊。可现在只有您了。碰啊，一帮损友。吃饭的规则，喜欢记得订阅哦。